好，谢谢。那么早就出来了？对，本来是下一班啦。对，2:05。因为我小，因为我小时候我搭这一班的话，我进去有一个小时，就不用那么赶。哦，对啊，对。就你一个人来啊？我一个人。啊，去的是哦。对对，就我一个。就一个人啊？对。再来下一班就8点，7点那一班是没有，就空了2个小时了。对对对。看昨天在2点过夜。对对。就住那个车站前面。
又适应完之后呢，还有在这边吗？没有，没有了。来，有没有其他的平行线？啊？没有线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今天就是这个这一趟聚会。啊。你挂肾结吗？平常是三节。一般平常的话都是三节，那礼拜六、礼拜天的话呢？比较多。现在人是比较少，因为这个暑假，对，开学比较少。这边天气线的话，有假日的话人稍微多一点，平常的话就落差比较大。啊。我看平息的话就不一样。对啊，平息平常还算多了。对啊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九这一个月才有开两边。啊，平溪现在也在做。平溪也有。可是平溪那头门出不去。居民来讲，这个月台多不多？还好，还好多了。龙城站平台加热的话也不是很多人了。你第一个你就盖一边就好了，盖两边的话，有时候乘客不知道，你开两边，因为通常很少会开两，这等于算特例了。对呀、啊，然后你前一开的话，哦，那个对逆转向的话安全不利，有变数的。那如果每一个站都要求比较帮你的话，也是麻烦。你只有中立跟彰化，不过那比较不可能啊。我觉得那好，没关系，没一个厂的人不是很多啦。对啊，除非这边有办活动。然后再来就是说，我们录取干嘛要设置圈去以外面的那个流利压力？啊，开工就好了嘛，那一个人员掌控安全问题，那就很好。
站也可以交会吗？你要交会的话，你要还有跟一些副站长。都是一起开走了。一起开走，没有人的话就不行。啊，对。这站有吗？没有。
了。